欢迎来到逃离王子病。请选择人物。请选择地点。已为您传送。您需要找到三盘鸡腿，变成公主才能打败王子病。恭喜你找到第一盘鸡腿，开始躲避王子病。请注意，王子病来了。王子并没找到你，开始寻找第二盘鸡腿。恭喜你找到第二盘鸡腿。开始躲避王子病。王子并没找到你，开始寻找最后一盘鸡腿。恭喜你找到最后一盘鸡腿。开始变身。开始寻找王子病，并打败他。恭喜你胜利了。25赞幽灵评论，呜呜粉丝解锁逃离木乃伊。